喜年标志，全部马匹准备妥当，第八场本地一级赛千六米董事杯三冠大赛头关准备。好，你一开闸嘅时候啦，今日前面快啲嘅马咧，见到中间位置花月春风同过世界噶，咁啊再见到内栏位置仲有满彩咧，入边就缩龙嚟噶，咁啊象栏亦都跟翻上啲啦，咁啊再后一闸嘅马仲有包装博士啦，出边喜年标志啦，再后多少先见到有呢只大运彩啊，暂时殿后几匹马多名利军事出击包咗落尾系精彩日子啊！好啦，过呢个千二米段处啦，满彩带头，第二位内栏缩龙，第三位花月春风，外边红衫喜年标志上去啦，再见到中间第五位橙衫咧，仲有呢只象蓝啊，后边嘅马匹同过世界啦，内栏就包装博士啦，尾四大呢只咧就系大运彩啊，尾三多名利，咁啊暂时电下一对军事出击同埋精彩日子咧，潘顿同伟达又喺后边噶啦，好啦，转呢个八百米弯啊，喜年标志带咗出嚟跑，跟住第二位咧就系呢只满彩嚟噶。再后边嘅第三位花月春风，第四位内栏缩龙啊，第五位咧就系呢只象蓝噶啦。再后边内栏包装博士啦，跟住后边仲有同过世界，出边要上啲啦。黄衫有呢只咧就大运财，内栏多名利，后边两只军事出击同埋精彩日子入正最后直路啦。前面透出嘅马咧，仲系见到呢只喜年标志放嚟咗一个细米，见到中间上嚟花月春风啊，中档位置仲有象蓝追紧咧，出边追咧就系呢只大运财精彩日子嗰啲马，最后。花月春风出咗嚟先啊！中间位置有呢只象蓝啊，埋边喜年标志缩龙，大外档军事出击精彩日子，最后百零米花月春风占先，象蓝一路追紧佢，接近终点，花月春风象蓝一齐都要影相啊！第三名埋边喜。